財務委員會已經收到啊陳志全議員咧提出嘅議案，咁而家請啊工作人員打出嗰個字眼啦。我已經考慮該議案並裁定呢、這個議案咧現時討論嘅項目咧係直接相關嘅。咁啊，而家請啊陳志全議員你講講啊。嗱，又係咪要記名投票先？如果係啊，記啦記啦，好啊。咁啊，打五分鐘嚇，呢個時間請你答啊。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A 條，就財務委員會 FCR 2015-16-3，本委員會要求政府額外給予兩個月嘅綜援標準金額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嘅津貼。要佢憑感覺係咪？唔記名。好，現在開始表決。在我宣布表決結果之前，請委員核對所作表決。現在是停止表決，顯示結果。表決結果就是16票是贊成，20票是反對的，0票棄權的。我宣布建議遭否決的。